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，坐在星期一的银座车厢里，这是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，从下着大雪的石头城里开出来。弟弟说，哥哥你看，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？弟弟说，哥哥你看，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？那一道即将熄灭的光，照在白影饭店二楼拐角的房间里，在你心事荡漾激动的年代，高声唱歌的人不是我们。哥哥说，弟弟看，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？哥哥说，弟弟你看，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？啦哩啦哩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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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啦哩啦啦哩啦啦哩。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，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，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，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。